上线第一个是巴基斯坦，巴基斯坦为什么要飞五十六？因为印度有阿帕奇战机，有飞五十六专打直升机，所以他就是阿帕奇的天敌，天敌。所以，他又把这个东西呢，第一次成军就放在福建。黄老师这边，你说其实也准备张开全。